打一局换个号，那不就那什么了吗？上不了大师了呀，兄弟，关键是要上大师啊，咱们。要什么分段都玩的话，那这个挑战没什么难度，说实话。匡凤置地，你有吗？洛克是没有闪的，你是没有闪的，我知道。黑色收割，你要觉得自己水平够的话，就可以带，他可以杀人。不对啊，兄弟。好像也没什么不对。无敌。我要突然穿越铁不会随便开荒，但是资料片是吗？我操，有点搞。我要是穿越了，我第一时间我包要先试一下自己的技能。那还敢打个 E 给我，兄弟？知不知道两把白剑的伤害啊，兄弟？哎，我他妈，我想摁 Alt， 我摁错了，我想标点有眼的，我。我真服了，兄弟！没有想到我们的双重控制吧，兄弟！我操，这也能漏啊！这枪绝对不先 A， 兄弟，晚 A 一会儿就能多几十点伤害，很关键的这个伤害，兄弟们。二级没伤害，不想买巨齿了，想做蓝切狂风那套。我操，他好勇猛啊，兄弟！那他兵线不亏烂了？啊，也没亏烂，回去。把出技也行，倒是。都去，哦。不对啊，那下把意思就是我要玩小炮了呗。但是我小炮玩都有点一般啊。他俩吵架了。啊哈，
弹弹弹，好快的来，我靠！哦，弹弹弹 ，咋还死了一个呢？我玩拉克斯也可以，那不还是玩小炮吗？这也敢反打？小炮在干嘛？小炮干不了什么事了，已经玩不了了。这个凯隐的 ID 叫究极鼻炎患者。乱杀呀，兄弟！哎嘿！连都下不好，这小炮是真的想赢啊！我操，他们都这样了，还不挂机的？闪现，多个巨石 ，Q 技能伤害是高了不少。哎，他怎么死？就这老弟，汗流浃背了吧？我直接开启脚本，兄弟，我直接开始乱扭，我直接开始乱扭，兄弟。兄弟，威我五十这把给你玩，十一分钟八十刀十个头，威我五十这把给你玩，兄弟们。神话还是做狂风，全吃。我操！我一下就塔掉这么多血，我冰呢，你也麻麻地。对面这把没有机会杀我了，打一局换个号，那不就那什么了吗？
上不了大师了呀，兄弟，关键是要上大师啊，咱们。要什么分段都玩的话，那这个挑战没什么难度，说实话。匡凤之地，你有吗？洛克是没有闪的，你是没有闪的，我知道。哎，远了点，花也没有死，完了。还要走廊去吃个E吗？啊，没有。翡翠一可以，翡翠一可以，但是打一会儿就得换号了。翡翠一可以，现在可以拍。兄弟们，我最近咳嗽一直没好，是不是得去拍一张胸部的 CT 啊？能不能别找黄哥双排片都点不到他？你等一会儿再点，等一会儿再点。等一会儿。抽烟治疗一下。我从前段时间甲流一直到现在咳嗽没断，奇了怪了。